急不得。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客户做出最完美的沙拉。这比例不太对啊，是量杯不对，我换一个啊。我只是想要吃口饭。行，先让我把沙拉调到最完美的比例。这个鱼肉必须新鲜，这个菜必须新鲜，这酱料的比例要对。真的不需要，我没有那么多讲究的。哎，你不讲究，我们老板可讲究了啊！你看，22.5度。必须是在21度才对，我换你鱼肉啊，真不好意思。你要弄到什么时候啊？当然是弄到完美比例为止。我真的很饿。嗯，我也很急。我没看出来你很急。急，但是我必须条条有序的把比例用对嘛。这还是不对。不是，够了，你真的不用再弄了，你这样弄来弄去真的没有什么区别。有区别，怎么会没有区别？你这样弄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哪里没有必要？所有的事情不都是要追求完美的吗？我们的沙拉就是要追求完美。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完美的事情，像你这样的测量真实的结果和测量的结果其实根本就不是一致的。不管你测量的多么精准，这个仪器多么精准，你用料多么合理，误差始终都是存在的。可是没有什么可是，误差中的不完美根本也不会影响到整体呈现的效果。你这样追求完美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你别再弄了。不弄。瑞瑞，道理你都懂了，何必把自己逼到绝境？轩轩，你这么做就是为了告诉我我不完美是吧？是啊，你就是一个不完美人。事实上你还是一个充满缺点的人，但谁不是呢？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啊，但不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缺点才有能力改变自己，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吗？话是这么说，道理也都懂。以前也有一个人这么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他到最后也并没有接受这个不完美的我。你知道吗？是你把改变自己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你的目光始终在一个人身上，你把所有改变自己的契机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其实能改变自己的只有我们自己，你更多的应该是把自己的义务跟责任放在自己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身上才对。这些真正爱你的人，你爱的人才是值得你花更多心思的人，不是吗？